慧珍，好久不见。什么好久不见啊，副主编，我们刚才不是才见过面拍过照吗？好久不见，你过得好吗？好久不见，白浩宇。在合适的年纪遇上了合适的你，去吧，在一起，去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。我和你爱得起，爱对不起，去在意分歧，感情若有真谛，让彼此都做自己。白浩宇。